个害不害臊啊？这么多人欺负我们家亚瑟大兄弟一个，有本事你们来欺负我呀！我说孙尚香，别以为你拦是刘备就可以瞎嘚瑟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居然射我，说我这小暴脾气黑。哎呦，救命啊，要送了一出人命了啊！我操，还好我来得快，靠反手加阿姆斯特朗回旋等离子意大利炮。像我鲁班一世英名，最后竟死在自己炮下，坑爹了这是！我不甘心呐、啊。